这些饼都做好了。没固定好，不是不是不接受，我再见一下。我记得是记得不平了，不平的话。哎，还有一个客户啊，我发到 YouTube 上的视频，他看见我的那个邮箱，他就给我发了个信。我一看，我说哪里来的客户，不认识他，也不是群他，也不是啥的哈。哦，后来才发现，看了我的视频。看这些东西，你看人家人家在哪里？你得比较的。咱光那么光来一趟看，我老爱看了，哪个地方不同？你看人家人家这边就挨着都这么运动的，人家那个外边这么运动的，就是你看人家那个跟咱不一样。因为这样，客户讲的特别好讲。他设计成这个样是为了贴折扣的不是，在楼市里你知道吗？现在都给你看，他这给你。啊，这个六号，他那个楼门都给你。对，没。六号不做成这种，直接就像这种，直接。对对，直接这种的，很简单的那种。哇，漂亮。原来在他们这个工作人员也不是你分配工资他自己吗？对。